做小晶片的部分呢，大概一年我们以这种小晶片大概可以做到一个月了，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一千万 piece 哦，啊，所以说目前呢，基本上目前都还能够满足呢客人的需要。那贸易战呢，刚才跟各位报告过了，因为最主要亚洲光学完成品的基本上不是在菲律宾做，就是在缅甸做了哈，在中国大陆这部分就是做这个半成品，就是模组而已。那么进口有机会，打入水果厂商吗？我可以跟报告说机会很大，而且他们人呢都一直跟我们接触了。